一，电源线。二，脚踏开关，用于控制戳线。三，气管。四，气源过滤器。五，扳手，用于控制调节戳线，压快上下空隙螺母。六，锯齿夹，用于固定主机身两侧。现在和大家介绍的是电源和脚踏开关、气源过滤器、气管的安装操作。一，首先将电源线对准电源线插入口，插入电源线。二，然后将脚踏开关电源线对准脚踏开关电源线插入口，插入流井。三，再将气源过滤器装上主机身背面，用六角棒将气源过滤器螺丝扭紧。四，将主机气管与气源过滤器右侧气管插入口对准插入。五，将气管连接好输气管接口，连接好输气管后，将气管尾端对准气源过滤器左侧气管接口插入。接下来和大家介绍的是气源过滤器的每个开关功能。一，手滑闸，用于控制开气和关气。二，气压开关，往上拉，开气压，往下按，往关气压。三，气压表，看气压大小是否正常。最后和大家介绍的是主机身调节气缸和戳线压块。一，调节气缸左右和戳线压块左右的速度。二，调节气缸上下和戳线压块上下的速度。三，蝶形固定螺母和调节戳线压块上下空隙用扳手调节。现在和大家讲解如何具体实操。将退好皮的线放入戳线口，这样一根完美的线就戳好了。注意事项：一，仔细检查设备是否完好，配件是否齐全。